欢迎回到这个我们这个 podcast 地质在美国的 podcast。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第三集啊，我们这个学长姐经验谈的第三集。那我们邀请到的是 Percy， 那我们请 Percy 介绍一下他自己。大家好，我叫 Percy， 然后我现在在University of Kentucky 念统计的博班，然后可以算是第三年。对，然后在来美国之前，我在台湾是中兴运输毕业的，我是学士班毕业的。对，所以我来这里是先念了硕士班，然后再现在继续念博士班。那我跟 Percy 其实就是算是准备留学的过程中认识的，然后对，在中心，对，只是我之前好像在中心的时候，可能也许没有见过你，我们可能是来美国之后才比较有联络嘛。在中心哦，我记得我在中心毕业前有参加过一场那个留学的演讲，有看，应该有见过一次，但是不认识。OK，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聊过天，然后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缘分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所以中心的人出国留学的人相对少嘛，大家互相扶持一下。对，中心的学弟妹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吧，那就欢迎收听今天的 Podcast。所以你在那个什么，你在 University of Kentucky 就是念的学位是算叫做统计吗？还是会计啊？我是统计，统计跟会计差蛮多的。哦，所以它是统计是什么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这样吗？对。OK， 没错。可是但是我记得你一开始是申请硕士嘛，对不对？对，我是申请 Master。的 program， 但是后来反正就是继续留在这里念博士。那你这样算是有先完成硕士吗？然后才进入博士？有，所以我是有那个硕士的毕业证书的。对，所以这样子你硕士也是差不多花了算两年吗？对，硕士两年。嗯，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你要念博士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整个五年的博士学历的前两年，大概是，然后你过完两年之后，他会授予你一个 master， 大概是这样子。OK， 可是你这样子就是在同一个学校念，继续念博士班，是前面就是那两年的，等于说算是就直接算进去了，是不是？差不多就等于说。如果别人重念一个博士的话，你等于说你已经前面先完成两年。对，假设现在我们前提假设是，博士班是念五年，先假设博士班念五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反正你前面两年就是做你硕士的事情，然后如果你不想念博士，你可以就是两年过完之后，你就拿硕士就可以去找工作了。对，然后如果你要接下来念博士的话，就是再三年，或者可能更多啦。但是我们假设你可以顺利毕业的话，对，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我在我们这里硕士念完了，然后你花了两年硕士念完了，然后你想要去其他学校，你就再去申请。假设你申请到其他学校，其他学校你要在那个博士班再念五年的意思。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同一个学校继续念下去的话，好像蛮有优势的嘛，因为就等于说，如果你从另外一个地方念的话，可能老师你知道教授还是同一个吗？我们硕士不用写论文，所以我们硕士没有指导教授。所以这个硕士算是，那他像最后是怎么样？课修完以外有什么额外的那个毕业吗？其实就考一个试啦，就是考一个类似，因为 PhD 要搞 qualify 嘛，我们就是 master 也是类似考类似一个 qualify， 对，但是呢基本上就是硕士大家都会过啦，所以基本上课修完就可以毕业了。
所以毕业的毕业前就是有那个考试这样子。在一升二的那个暑假，就硕一升硕二的那个暑假，有个考试。嗯。然后那是笔试吗？还是口试啊？笔试。嗯。我们说考试都是笔试，我们 PHP 的也是笔试。嗯。然后你之前，我记得你之前中心也是念一样的吗？我中英我是念英数，应用数学。哦、OK， 英数，然后后来是什么样子想法，就是想要转到这个专业来？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一直就是，因为我高中很喜欢数学，然后、我那时候念就是大学不念，想念应用数学的意义就是，因为数学是很多就基础学科，就是理工啦、啊，理工的基础学科。的很重要的一环嘛、嗯、然后念所以念数学你将来假设念研究所你可以做很多你可以转很多领域都可以做、嗯、你要转就是我们比较热门就是像资工啊资工统计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也可以念就是可以去念纯数做理论部分的 OK 对甚至你想要去念那个工程系工程的也可以像我有学长他就是念那个研究所去成大电机 ，OK， 对，所以其实因素假设你有想要转领域的话，其实是蛮吃香的，因为数学底子相对好，嗯，对，所以你在理工的各方面领域相对容易上手，对，嗯、然后我那时候想法是蛮简单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资工跟统计在想，然后好像资工反正资工是坐在那个电脑前面每天写 code， 然后我想，好像不是很想过这种生活，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念个统计吧，然后觉得统计也还 OK， 然后就念统计了，然后就投洗下来了，投洗一半了，对，统计算是你觉得算是。这个科系算是很多数学相关的课程吗？是啊，这统计、PhD level 的课 ，PhD level 理论部分都是数学啦，都是那恶心的数学。我从来没想过，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要再碰到这种恶心的数学。说真的， okay. 这种抽象到极致，哦，你都不知道在干嘛的数学。然后对我研究又没有帮助，但还是得修。你说那是在你硕士班的时候？不是，是今年，就是博士班。哦，博士班才遇到。OK， 对你硕士班，硕士班如果你要念博士班的话，会有一个衔接的所谓我们叫做 measurement theory 啊，就是、中文我不知道叫怎么讲，好像叫测度论还是叫什么的，反正一个蛮显然就是一个数学的一个领域。对，然后他在，然后我们如果你要念博士班的话，就中间已经会有那个一二下的时候就会有先上过这门课 ，OK， 对，就比较偏数学理论的课了。嗯，那你当初就是在台湾毕业之后你是只有想说来美国而已吗？还是你那时候考量其他国家？我就只有考虑美国，我没有考虑其他国家。说真的，所以你那时候想说来美国，然后不是在台湾念的原因是什么？我原因很单纯，我不想跟人家一样，我不想跟别人一样，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我身边同学，我这一届中心应数第几级我忘了，但是我们这届就我一个出国念书。OK， 其他人都干嘛去了？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念，在那个台湾念研究所嘛，对，就什么转资工的啦，转统计的啦，然后继续念数学的啦，然后基本上，就我一个出国而已。OK， 对，然后就很不想，就不太想跟人家做同样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刚好有跟家里就是。商量一下，就是大三的暑假吧，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吧，就是
决定要考研究所，还是要出国，还是要工作，还是要什么的。对，然后家里就说，如果我想出国的话，那 OK，然后我就决定出来了。对，我说真的，我的理由很单纯，我没有像别人一样有什么，比如说来美国啊，什么怀抱着什么东西，没有。我的来美国当初啦，我当初对，的初衷其实真的很单纯。就是想说研究所没有，不想要再继续在台湾念这样子。对对，可是那就出来。当初如果你要决定找工作的话，也会想说不在台湾工作应该会在台湾啊。吗？如果当初选择留在台湾的话，我应该会继续考研究所。对，就应该会考研究所，然后可能也不会念 PhD 吧。对，应该也会就是研究所在，就跟大多数的台湾人一样，就是反正就毕业，跟我同学一样，然后就研究所毕业，然后找工作这样子，就比较。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比较缺乏趣味性，缺乏挑战，可能是这样讲吧。那你念博士班，你是一开始来就有这想法，还是怎么样子，让你开始想要念博士班？我当初原本就是想要那个 master 毕业，然后就找工作的，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然后我大概到。开始有念 PhD 的想法是找实习不顺吧，实就习，是，你们也是算是要找 intern 的那一种。我们毕业当然是不需要 intern，但是如果你想要留在美国工作的话，intern 还是一个还是就是相较就是多你需要有工作经历啊，对，然后 intern 找的不太顺，然后。然后来就想说，还有一个点就是，我那时候找 full time 的时候，就是我二下吧，就是去年的，就是 pre pandemic 之前，在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前，就我还是有在找那个 full time 的，然后后来好像后来有那个面试没有上。然后后来就发生了那个 COVID-19，然后就哎呀衰啊，就没办法啊，就没办法啊，妈所有公司都 hiring 都 freeze 了，你就找个屁啊，当然没办法。所以你那时候开始找，然后发现说，其实不是很好找的时候，那时候是还没疫情的时候。其实一直都知道不好找，就是我刚。就找 intern 跟找 full time，你先把它分开。一开始一定先找 intern 嘛，找 intern 的时候就发现不好找，然后就有一点那个，是不是应该要念博士班的那种想法开始出现，但是还没有到那么确定。然后一直到，然后是真的要到那个，就是 full time 几个面试没有上之后，那个疫情又爆发，那没办法了。那我就只剩两个选择吧。第一个就是硬着，就是你要么就是拿 master，然后硬着头皮继续找。但是那种因为在 pandemic 情况下，那种几率就很低呀、啊，就很难呐、啊。对，然后还想说，那我就念 PhD 好了。所以你那时候找，你觉得就是硕士毕业拿着硕士这个学历在美国找工作，以我们国际生来说还是比较弱势的，是还妈是超难，好不好？超难？那如果真是，是超难。你们系有很多就是美国人吗？我们系的美国人都是毕业去找工作啊你说，master 啊说，master 毕业去找工作。所以如果是美国人，他们身份是美国人的话，Master 去找工作比较好找，就是跟我们国际生不一样。我的领域在统计，所以我对统计比较了解，我对其他就不了解了，因为对，统我计。说。对，就对，因为统计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人非常多的一个领域。对，中国人很多，印度人很多，然后有一些台湾人，然后还有一些韩国人，你就知道，就是统计基本上80%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对，然后就 20% 的是就是美国土生土长，对，美国土生土长，他可能是American born Korean, American born Chinese 之类的，嗯，对，就是他是美国土生土长，他不是他没有身份问题的，他们通常大部分都是拿 Master 就走人，所以大部分啊，嗯，不能说全部，因为也是有美国人去念 PhD 的，对对对对，不能说全部，但是大部分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后，嗯，因为说真的，现在统计现在的情况 ，master 要找工作，你要找到愿意 sponsor 你的雇主是不太容易，嗯哼，就是除了自己努力以外，你要加上很多的运气，嗯，对，那这实话实说，那对 international student 来说还是。你如果能念到 PhD 的话，找工作相对他雇主愿意 sponsor 你工作签证的几率增加很多啊。嗯，对。那像就是我知道你在 University of Kentucky 念硕士的时候，就是有算是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两种你都当过。对。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对我那时候其实比较就是讶异的是说，哎，硕士就是我因为在你的例子之前，我一直以为说硕士其实很难拿到这种奖学金。但你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是当 TA 还是 RA？ 我进来的时候是 TA， 我们进来所有人都是 TA。哦，有规定是不是？大家都先上。因为我们是有我们系上有开大学部的课，然后那个是、okay. 是必修。嗯，所以会有很多的黄友 lecture， 嗯，然后他就因为那一堂课100多个学生，所以其实类似就是类似 grader 的角色。哦 ，OK。其实一开始第一年进来，所有人你不管你语言行不行，都是担任 grader 的角色，就算是你是 native 一样 ，native American 一样。可是你当 grader 的话，那个是有办法，就是抵免你的学费和有月薪。可以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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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 grader 可以吗？哎、就是欸，我们这里是就是其他系我们不知道，但因为我们是、okay. 我们进来就是统一，所有人都是第一年都是一样的。对 ，OK， 所以只要嗯，我是说只要你们录取的人就一定保证第一年 TA 这样子。嗯，对。就是你只要我们系上是，你就把它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PhD program 就好了。OK， 对，就是我们进来的全部都有钱。对， okay. 只是然后第一年全部都是 grader， 然后第二年，因为他也是会调查你的 preference 啊，对、mm-hmm. 你想要或跟你的职业生涯有关系。假设你职业生涯你又想要当教授，那你接下来可能就教书，就会有一堂课给你教。Oh, okay. 对，然后假设有些会去做 RA，、嗯、然后有些他就继续做，有些是继续做 grader，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第二年你没有想要就是继续念的话，就是没有想要做 RA 的话，系上就会继续请你当，就是聘你当 TA 这样吗？对，到你毕业这样子。对。哦，那所以你那时候是算是。有找了一个教授去跟他做 RA 吗？没有，没有。我们因为我们硕士班是不需要，我们硕士班是不需要那个，是不需要写 thesis，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找教授。然后，RA 是这样，我 RA 是暑假在做的，暑假跟二年级的下学期在做的。嗯，对。但是因为我们的 RA 比较不一样，我们系上的 RA 是帮系上的 lab 做事，我们不是帮。那个你不是自己去找教授帮他做事，你懂是吧？ Okay. 对，我们系上自己有一个，我们叫做Applied Statistics Lab。对，然后这个 lab 呢，我们就是有教授是里面的 supervisor， 然后他会就是会去收，就是跟医院合作啦，跟其他学校合作啦，跟外面合作啦，反正他们有 case 会需要统计解决的时候，统计的问题。嗯，会到我们系上来，对，然后我们的 RA 就是在这个 lab 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所以
他不是在跟在某一个教授下，然后帮他做研究的这种 RA， 我们是统一在一个 lab。那你这样 lab， 你这样 lab 帮他做的 research project 是那个 project 是说帮谁做、啊？是帮其校外的人吗？还不一定，有时候是医院，比如因为我们学校有医院， oh, okay, 所以医院那边会有很多的 case， 然后。嗯我还当过，还当过一个工作，就是那个 review 那个 grant proposal 的。对，就是这种，就是我们所有 Kentucky 的，他们要去跟 NIH 去申请那个经费的，他们要写 proposal 嘛，他们就会丢到我们系上来，然后我们就要帮他看他的统计计划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写统计计划。我们需要帮他，就是看他是怎么样，我们跟他讨论，然后要弄出一个统计计划，不然他那个根本就不会过嘛，他个人都不会过。对，所以我有做过这类似的这些工作，然后我有做过就是跟医院合作的，就是医院有 data 嘛，他们有实验，他们要做一些东西，然后帮他们做统计分析的。对，这个我有做过。哦，这样还蛮有趣的，这样等于说你们的 RA 其实也是。系上的经费可以这么讲吗？对，对 ，OK， 我们所有的经费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系上。嗯，对，因为我们有个系，我们有个系友捐了几百万美金吧。我所以我们系上冠名，我们系上冠这个 Doctor 的名字。OK， 哦、oh, ，OK， 然后那像。你一开始来当 TA 的时候啊，就是你刚进去，你当 grader 嘛，你有觉得遇到什么困难吗？当 grader 最大困难就是100多份啊，100多份的那个考卷改起来很累而已啊。那个一改起来，虽然因为我跟的看你跟的 lecture 不同也会有差啦。那个有些 lecture 他不出作业，对，那你的 loading 可能相对轻。那有些像我跟 lecture 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一次吧，就是有一次的那种，虽然大一次的那种作业，虽然大多数都选择题，但是你还是要改。然后你想，100多份，然后你要改完，就是100多很烦啊。我之前当 TA 我才改12份，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有点复杂。就很烦啊，虽然都是选择题，你就对着对，然后就撇哒哒哒，就是你可以很快就略过，但是基本上还是要花掉2-3个小时跑不掉啦，因为你那个100多份就是摆在那边嘛，对啊对，你就是花时间下去，但是因为我们是有合约的嘛，就是一个。礼拜最多工作20个小时，就在你的 TA 这份工作上，对，最多工作20个小时，对，所以你在20个小时以内，你都不能 complain 啊，对不对 ？OK， 对。那他怎么知道你有超过20个小时的吗？改作业20小时，你超过20小时你就罢工了。我是不太有可能超过20个小时啊，因为真的不太20个小时。是蛮多的，不太有可能超过，因为你就扣掉、okay. 你扣掉一个礼拜你要跟课3个小时，嗯，然后你剩下还怎么样，其实就是老师在那边上课，然后你就在那边是很无聊，你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看学生有没有问题，大概是这样。哦、OK， 嗯，对，就每个 lecture 他对 grader 的要求也不一样啦，所以我也不敢讲说其他的。OK， 其实你跟课3个小时，你还有17个小时，你有17个小时， okay. 你改作业，对，那通常不太可能啊。一个礼拜，如果你能用10个小时，我认为是很多的啦。你花到10个小时在这上面，我认为就蛮多的。对，因为你第一个你不会有那么，你不是每一次都有作业，嗯，对，然后你也不是每一次都，都很，比如说。每次都20-30题，有时候可能10题，嗯，10题以下个位数你都会赶很快。OK， 对。
所以你觉得当这个 grader 有什么收获吗？我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知道我不想当 grader， 太累了。哦，真的，我觉得改数位真的是有点累。对，可是你们被分配的这样子的 grader 的工作，都是你们学过的课，是不是？对，那就是给大学部一年级跟二年级上的。OK。对，就是非常基础的统计啊，所以对统计所来说，就是其实就没什么东西啊，就很基础。可是对你之前是应数的背景，你应该没修过那个课吧？哎，有，因为我们是应用数学 ，OK， 我们是应用，所以我们在大学部的时候，到就是除了一些必修以外，你还要去，你可以去选修资工的课，就我们系上有一些资工的课，然后一些统计的课。甚至一些那个应用力学，什么流体力学啊，什么，如果你对物理方面有兴趣的话，对、okay. 我们艺术是有 offer 这些课的。OK， 所以因为那叫什么、啊？我记得叫什么必选还是什么的，忘记了。反正就是它不是必修，但是你要比如说一大十门课，你要修过几门课，类似这种。嗯 ，OK， 对，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要。念统计之后，其实大三就有在修了，一直都有在修统计的课，因为有些课你知道大三还是有些课好过嘛，教授松嘛，然后就你还是会去修，然后到大四之后，因为我这样那时候就决定要念研究所念统计之后，就比较去修更多统计的课，嗯，对，但那个统计真的是不难啦。对，就是你能拿到就是统计研究所的 offer， 你的数学背景不会差到哪里去啊，就算你转专业好了，你就是你也不太可能连那些最基础的统计都不知道了。对 ，OK， 那像你现在在 Lexington 这个城市算待了第三吗？第四？第三年。你有觉得说这个城市，你有比较喜欢什么吗？College basketball。OK。You know? Lexington 是因为 University of Kentucky 是美国篮球名校啊。你们是不是、啊、你们有 football 是不是？我们有啊。OK。我们各种球类都有啊。嗯，对。对，但是你要说，就是 Lexington 这个城市有什么的话。我，其实就三件事情。我那时候我记忆很清楚，就是我们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y 在我们入学第一天，我们暑假去报道的第一天，他就跟我们讲 ，Lexington 就三件事情，college basketball， 然后 bourbon 跟那个赛马，就这三件事情。赛马，嗯，赛马在 Lexington 吗？还是在 Louisville？哎，都有 ，OK。Louisville 那边好像有个比较大的，然后 Lexington 这边有 Keyland， 这里有 Keyland、OK， 嗯，因为我们这里是养马，所以我们这里赛马还蛮有名的，对。嗯、然后 Bourbon 嘛，我们这里也产，因为 Bourbon 我们这里也产那个 Whisky， 对，所以 Bourbon 我们这里也出很多 Bourbon， 嗯，然后再就是 College Basketball。对，当然对， okay. 因为 bourbon 你不可能每天喝啊。哦，对啊，我一年级来这里买了一罐，现在还放在那边，还没喝完，超级多的一罐，你根本喝不完。对啊，然后 bourbon 你一次只喝一次也只喝一点点，你不会像啤酒一样一次喝一罐，所以那个喝超级久。对，可是如果你很喜欢 bourbon 的话，我们这里很棒，因为我们这里的酒厂它会。有些私酿酒，就是他不会拿到他不会拿到外州去卖的，他只会在这里才有。嗯，对。你觉得 Lexington 这个城市有比较像台湾哪一个城市吗？我可能台湾去的不够多，我不太知道。我觉得我也在想，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像什么啊？可以说台南吗？那种
城市的发展？我觉得不太行。嗯，我觉得不太行。你能想，就是你能找一个台湾的一个城市，然后你开车十分钟，你就遇到全部都是马的吗？我觉得到花莲台东比较有可能。OK， 对，就是台湾大城市不可能啊，我们这里当跳小小的，然后你只要，因为美国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它会有一层外环，很多都会有一个外环，然后你过那个外环之后，就开始一路越来越荒凉。嗯，对，然后我们大概你这是开从市中心开十分钟，往那个外面开，原来十分钟你就那个、嗯、就看到都是马啦、啊，都是草啊，都是牛啊，都是这种地方。对 ，OK， 跟、嗯、我觉得跟可能要跟东部比较像，西岸我觉得至少不可能是大城市啊。OK， 对啊，嗯，你们的公车也不算发达嘛，对不对？哎，有公车，但是我只搭过两次吧，嗯、我只搭过两次公车，对。我自己在，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就不太喜欢搭公车。OK， 我自己骑车之后，我就不太喜欢搭那种大众交通工具。嗯，对，所以我这里也只搭过两次公车而已。你之前搭公车是搭去哪里啊？就是从学校搭去别的地方？我第一次搭公车是我刚来的时候，跟几个中国同学要去那个 mall， 去一个 mall。OK， 所以公车带你到 mall。对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刚来，其实然后大家都没有车啦，然后那个暑假，然后大家就约约，然后搭公车去。因为我们这里搭公车学生是免费的 ，UK 学生是免费的，对，所以我搭公车去，但是。我们因为有来回嘛，我们去搭 Uber，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假日，然后 miss 一个公车等一个小时。对，因为第一个是假日，反正因为原本公车就少，然后又是假日，嗯、对，然后我们叫 Uber， 然后回来的时候才搭公车。OK。然后第二次搭是，因为是我还没有车的时候，我走路上学。我住的地方离我系馆走路30分钟，然后那天下大雨，对， okay. 然后我走两步算搭公车，对，因为我平常都是走路，我之前都是走路，然后因为那天下大雨，然后、嗯、那走到学校，我就跟洗澡没两样，对，所以你是我上次去你家那边有公车是不是？会到学校？有。有我家门口就有公车，哦，那要等很久吗？如果要去学校的话，哎，那边就不用，因为平常上学的时候，那边是我住的这里算是学，就是 student apartment， 所以这大部分都是学生，所以上下课时间那个尖峰时期，那个班次是很频繁的，嗯，就不会等一个小时，你顶多等个五分钟十分钟，因为那公司班次蛮频繁，大家知道你要上下学，所以那个时间的班次蛮多的。嗯，这样不错。对，你现在念博士，然后毕业后你有想说要在美国工作吗？我已经确定我要找工作啊，我不会，我要应该这样讲，我要去业界，我不会留在学界。OK， 对，业界的话，哎，那这样的话，业界你们就是。统计博士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嗯，看你想找什么样都可以。你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药厂。药厂。对，然后保险。药厂我跟你讲，药厂是什么部门？等一下，药厂、保险，然后金融、科技都可以。对 ，OK， 就是所以其实我们面向很广，我们能去的地方蛮多的，对。然后我们这里我们其实毕业生去药厂的蛮多的，就是药厂啊、嗯，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研发一个疫苗，你研发一个药，你需要做统计测试啊，对，
只是是最简单的。比如说你说那个那个药的测试，你说你是你比如说对，比如说因为你的药已经是比较而来的嘛，有没有效已经是比较而来，所以对，就跟你发展那个 Pfizer 疫苗一样，就是你的疫苗要去跟 placebo 就是安慰剂生理食盐水做比较嘛，就是我打这个疫苗跟打生理食盐水我是不是比较有效嘛，对不对？不然我打生理食盐水就好，我为什么要打药？对，所以最这是非常非 very very basic 的一个例子，其就是这样。那它就是需要做统计的实验。对，因为比如说我去收集的 data， 我第一个我要 recruit 多少的 volunteer， 我需要有 sample 嘛，我需要有人嘛，对，那我需要去 recruit 多少的人，因为我 recruit 太少，我的 sample size 太小，或我的 power 会不够嘛，嗯，对不对？我会没有统计上的那个效力，嗯，对。但是当你 sample size 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因为你要给你总归要钱嘛，你每个实验都是要钱去堆积出来的，那你要怎么样？比如说找到一个 trade off。哎，我的 resource 可以负担这样子的钱，嗯，啊，就可以负担这样子的人数，对，你的那个人，你的 sample size 就是一个点，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当然你真正听到药厂，就是你做的工作不只是这些，对，就是你 master level 跟你 PhD level 做的事情又不一样，对 ，master level 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那 master level 它可能比较单纯，就是做我资料都收集好了，我什么东西都弄好，我就是分析，我就是，比如说我要做什么 chi-square test， 我该做什么 test， 我就把 test 做出来，然后我可能那个数据跑出来，可能是最基本的工作，嗯，对，然后 PhD level 可能就是我现在可能我要用什么样的实验下去做 ，OK， 对。我要用，因为每一个实验，每个实验它需要的统计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有一些理论在背后嘛，对，所以这就是 PhD level 可以做的，对，然后除此之外，可能是你的 master level 的那些数据上来之后 ，PhD 可能要 PhD level 的biostatistician 可能要确认，他可能要跑一遍。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分析的结果是正确的，还是你是有一些错误的，大概是这样子。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我可以想到的，但真正进到业界就不可能，你做的事情可能更多，可能更复杂。对，就随便举一个例子。所以你有查过，就是像就是在举假如说在药厂里面这个工作职称是叫什么？Biostatistician OK 对，但每一个不太一样啦，但是Biostatistician 或者是什么 statistician， 就是或者什么 data 有些，因为现在那个什么 data science 越来越红，嗯，然后很多公司就是 biostatistician 的工作它可能是改叫成什么 data scientist 啊，然后 master level 可能叫什么 data analyst 啊，就这类的，对，就职称不一定啊。但药厂如果是 PhD level， 大部分应该是biostatistician。嗯，了解。对啊，感觉对啊，因为以药厂来说的话，然后如果又换到比如说保险业，可能又是不太一样，因为保险业好像就跟做实验比较没有关系哦。就会变成，也许是他们公司的一些，跟客户的什么资料，然后，保险业，这是我将来我可能会比较想去的，因为他用的 model 会跟我研究比较相关。对，第一个是，保险业他可能是，因为保险业资料很多，然后我要怎么知道说？比如说这个客户好了，我没有，我可能就他一点点的资料，那
他现在来 quote， 他现在来、来 quote， 那我要怎么样提供一个价钱，就是他每个月要付多少钱？对 ，OK， 然后对，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然后 PhD level 分析吧，或者是 consultant， 对， okay, 就是、对，就是哎，因为保险业嘛，美国保险业那个势力庞大嘛，对对，美国保险业势力庞大，那个客户很多资料，那可能去做，比如说资料分析，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提供更好的产品？对，但这我们统计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我们绝对是跨部门合作的。对， okay. 所以我都只能，所以，有时候我刚才说，比如说提出一个新的一个保险，或者是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提供什么样的benefit 之类的，都不是，当然都不是统计学家一个人决定，我们可能根据现有的资料，然后做出一些判断。对，嗯。对，感觉其实美国蛮多各行各业感觉都可以有 consultant 这个职位，对，所以、而且通常只要是跟企业有关系，大家就跟数字有关系吧，然后就感觉就有你们的工作机会。对啦，相较于统计、统计的 PhD 是不太会怕没饭吃啊，嗯，就如果你能 PhD 毕业的话。基本上大概会有饭吃啊。OK， 对，因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没有第一个没有那么多美国人念啊。OK， 对，所以然后你就像刚刚讲，就是很多各行各业，大概率可能都需要统计学家。对，尤其是比如说像科技业，他需要他要做 machine learning， 他要做 deep learning 这一类的。除了那个 commercial scientist 以外，他需要一些就是有一些统计背景的人来说，就是背后的建模啦，背后的建模也是很重要的。OK， 那我们就到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你现在在这边待了也是三年多四年，然后一路从硕士一直念到博士，然后你觉得如果给你当初的自己，要给你自己一些建议的话，或者是说你想要给未来要来念这个的学生也可以，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或者是给当初的自己建议哦？就有可能你觉得什么东西，也许当初我自己做了可能会比较好，还是有什么决定是当初可能。没有做，然后提早做了，可能是不错的。可能现在你会有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可能要提早定定目标吧。就是假设你是要来 master 毕业就要找工作的话 ，OK， 就真的要有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就真的要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现在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对 master 是。有 international student 不是那么友善啊，就尤其你不是、尤其我们不是念 computer scientist， 你不是靠刷题去大公司的，对，不是那么容易找工作，对，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那统计 master 出来随便就饭吃了，就现在没有那么容易，对，所以你觉得可能是提早要认清说自己是不是硕士就要毕业就要找工作的话，那也许你刚开始念硕士的时候就要开始投工作或找 intern， 然后如果之后要念博班的话，可能就是也是提早决定这样子。你要念博班，到底可是念博班好像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会知道，因为感觉你也是对。就是你可能要先知道说，如果我只是想念 master， 然后毕业就找工作的话，你可能选的 program 就要挑一下了，就是你可能要去，对，你可能不能挑像统计这么理论的 program。OK， 对，因为大家说真的，我们修了很多理论课啦，但是
真正你在面试他不会问你这些问题啊，不太会有，很少啦，不太会问你理论的东西啦，对，比较偏少，他还是会比较practice 比较 coding 部分的。OK， 对，所以你在念硕士的话，可能选了什么会比较好找工作？看你兴趣啊，还是看你兴趣啊，就是跟着兴趣走不会错啦。就是我不会，我是很不喜欢说什么要在美国找工作，然后文学院也跳来念 computer scientist， 嗯，文学院跳来念 CS， 什么都念 CS， 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啦，就是还我比较跟着兴趣走吧，我是人比较跟着兴趣走的。不过你说如果要比较起来，就是实作是比起念理论，就是同样是统计会比较好找工作，是不是？对，当然，假设你是对统计有兴趣，可能因为现在那个什么 data science 的 program 啊，很多学校都靠这个捞钱啊，他们就设了很多什么 data science 的 master 的 program 还什么的，好像蛮多的，或者是什么 business analytics 之类的。对，这些都是比较偏就业导向的。嗯，对。然后像我，因为我们的统计还是比较传统啦，就是理论课还是占了你一半的时间，课占了你一半，占了你一半的时间，但是你的课余花掉你80%的时间。OK， 对，那理论都是抽象的，都是难的，都是数学。对，那相较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嗯，了解了解，所以这个，提早规划还是对于这个找工作上面蛮有帮助的。对，一定要提早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找工作呢，还是怎么样的？嗯，对，然后可能要，因为 data scientist， 如果你是真想做 data science， 我建议上网。上网那个看一些开放式课程吧，因为这个领域的变化非常非常快。这个领域的变化，比如说今天一下有什么 model 出来，一下有什么方法又出来了，就这个领域的那个变化非常快，所以你可能就是学校的课程肯定没办法 cover 这些的，学校课程可能是五年前规划好的，他可能教的东西是五年前流行的东西。但是你现在业界在用的东西可能不见得是你当初就是你学校在教的东西。对，OK， 好，那今天我们就谢谢 Percy 的分享，谢谢，拜拜。